电影中的笑话，好好不坏都不管别人的评判，这看得懂的人去看。百变不定的性格作怪，我从没想过变成书呆，恋爱不会像这个男人演的那么平凡，我要努力奔跑了平地带。来若琳再一次，我要选一件心情突然变化，角色不停转换，来再来 one more time， 手工钱给出我想要的精彩，让快乐随时多一些。想多了解功夫，那就要跟我学两招。你不就是个学生吗？学生只是我的表面身份，其实我是一名研究生。研究生？研究如何有效发扬戏剧精神的研究工作。这张是我的名片，周星驰。那幅正宗花拳加香腿很潇洒。打打杀杀不要找我，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。一二一，注意就行。鲁肃，哎，鲁肃，你怎么没事？快叫关，他好晕倒了。你怎么倒了？鲁肃，鲁肃，怎么回事？哎，鲁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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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官，要不然赶快喊医生吧。对啊。不用，这点病不是病。教官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把他抬到阴凉的地方去吧。嗯，对呀对呀。抬走。鲁肃，鲁肃。鲁肃，哎，鲁肃，这是几啊？五，这是几啊？一，没啥嘛。
卢素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倒儿父亲有爹的事情？完了，还是傻了。卢素，你不能傻，你真的不能傻呀！我不要，我不要你傻，我真的不要你傻。你杀了我怎么办啊？以后考试我找谁的去啊？就是啊，卢素，你把我摇成这样，我怎么说话呀？卢素，你没事吧？身体有没有感觉不正常啊？就是胳膊有点疼。大姐，你玩什么不好？你玩诈尸啊？你小心孙权他半夜起来尖叫啊！干脆就有点事儿，歇一会儿。啊，你再晕会儿吧啊！啊，鲁肃，你没事吧？鲁肃，没事吧？鲁肃，鲁肃，鲁肃，报告。魏老师，我想昨天你可能对我有点误会，这是我今天新写的军训报告，论魏老师的普通武兵。我怎么能跟你有误会？不是，魏老师，我不是你老师，我就是诺亚方舟亚古的一只河马。河马？蒋文金。你草除净了吗？除净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很不满意。你现在再去给他重新除一遍，而且今天晚上必须完成。不是，一根草都不能剩。你有一根草，我就扣你一分；你有一根草，我就扣你一个学分。我一直把你军训学分都扣成负值。小鸡他还没有回来，干嘛去了？外面下这么大雨，他怎么样了？要不然我们去看看他。可是我没有带手电筒。找一个。哇塞！小鸡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去了？我没事。我每天写军训报告给他，我想努力讨好他。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想问天你在哪里，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问到底，或者是你喜欢我宿命。蔡文姬，
魏老师，我不是让你把草都割完的吗？啊，你怎么现在在寝室里啊？魏老师，雨太大了，我看不清，我就回寝室了。雨太大，你回来了是吧？你不想要军训学分了是吧？你不想毕业了是不是？魏老师，我现在就去割。小菊的额头好烫，他发高烧了，让他躺下。躺躺躺躺躺躺什么躺？啊！庄子也要把草给我割完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刚才没看见吗？我怎么不能这样？行，他可以不去，可以不去，可以不去。啊！军训学分就是零分。哎，你不，魏老师。我现在就去把草割完了。哎呀，别去，去去去去，扶他上床，让他休息。啊，魏老师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今天的事就摆在这儿，小吉是我的兄弟，你想让他割草，绝不可能。如果你敢把他的军训学分化为零，那今天你就甭想出这个门。对，别想出这个门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反了你们！你们还想打我怎么着？打你！珍妃，关门放狗嘞！我是魏家魏伦，别放口啊！蔡文姬的事儿好说好说，我不要他割了。那以后也不可以追究了？不追究，不追究，绝对不追究。魏老师，小鸡发烧了，您看？我写假条，我给他写假条。等他那个病好了，然后他再军训。好。两位，你没事，我先走了哈。谢谢你们，我前几天那么对你们，你们还那么帮我。哎，没事儿，过去了都。啊，不是，你们得罪了魏老师。魏老师会给你们穿小鞋的。没关系的，小鸡，我们是兄弟嘛，天大地大，没有兄弟情义大。对，好兄弟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小鸡，有一个秘密，我打算毕业的时候再告诉你。毕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告诉我？不，这是一个秘密，是不是啊，珍妃？对。毕业再告诉你吧，毕业再告诉你啊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。全体立正，稍息。今天我们要练习打靶，我不希望出现去年的情况。有的同学五发子弹，只有一发命中目标，其余的子弹不知道飞哪去了。说，请问一下教官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只有一颗命中呢？因为靶上只有一个洞。说，那如果万一是五颗子弹走一个洞进的呢？不许笑了，准备一下。前面的靶就是你们要打的目标，你们每个人五发子弹，但是
是不计成绩的，所以只要完成射击目标就可以了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开始。你已经没有子弹了。教官，为什么呀？我才打了一枪。所有子弹都打完了，自己看。哇，不会吧，我这么厉害啊，我怎么就没感觉到呢？真是的，还真没玩 CS 爽。什么 S？ 你不会连 CS 都不知道吧？那大 S 你知道吧？小 S 呢？这个问题太深奥了，还是等我以后给你当教官的时候再给你解释好了。教官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五发子弹？你走。教官你好帅哦。教官，你再给我五发。唱军歌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败白银鬼，白银鬼。魏老师，想不到你流着鼻血还来指导我们，我十发子弹都没打中，加个手雷。你还真的挺专业的，给我跑20圈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伤着了！这是鲁肃，怎么回事？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了？鲁肃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底伤到哪儿了呀？说话呀，快说话呀！莫担心，他没有事情。啊，没事。那他是怎么了？他的枪刚才走火了，是不小心走的火，把老乡放牧在山坡上的羊给打了。啊啊！这么厉害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看不见。我不知道靶子在哪儿，我就随便开了几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姐，你别再说了，你再重复就真成祥林嫂了。就你这800度大近视，说你是故意的也没人信呢。鲁肃，那羊呢？羊呢？他怎么只见血不见羊呢？魏延跟老乡在谈判。哎，我说的是羊。魏延跟老乡在谈判。哎，我跟你说的是羊。魏延跟老乡在谈判。钱我给你了，这羊我得带走，今天晚上改善生活，烤个全羊吃。烤全羊？我不买羊，这是我养的宠物。啊，宠物啊！哇，好可爱哦。对不起啊，真的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老乡。对不起，养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你就是鲁肃啊。是我。你说你看起来也挺老实的，入校的考分也不错，你怎么军训这么差劲呢？老师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呀？你只是……我们学校培养的是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，啊，不是培养你这种书呆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军训学分你修不满，你拿不到学位的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我会好好军训的。你拿什么好好军训？你一走正步就晕，一走正步就晕呢。你打靶还拖靶，把老乡的宠物羊还给打死了。你拿什么好好的军训呢？我。而且，你还和太史慈这种人混在一起，是不是？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知道，我们会互相学习的。太史慈他有恶劣行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马上就可以勒令退学。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，因军训成绩又不及格，学校马上就可以开除你。你想想，你这样对得起辛辛苦苦培养你上大学的父母吗？啊，你对得起人民吗？啊，你对得起党还有国家吗？你对得起学校还有我吗？啊，当然了，学校是教育人为主的，犯点错误我们还是会网开一面的，只要你弃暗投明。哎，告诉我太史慈他们做了什么坏事，我就会让你军训及格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嗯，哎呀，我也不是为了逼你，只是呢，我们要对每一个同学都要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就放任看他们这样下去不管，对不对？这样堕落下去对社会没有用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老师，我们会努力的。你说吧。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？那我刚才说些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是说太史慈他们做了什么坏事，你统统的现在告诉我。我现在就是让你出卖他们，出卖他们，出卖他们，出卖他们。咱们还是慢点吧，天都黑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哎，你怕什么呀？这里是军训基地，贼要是敢来，那绝对是厕所里打手电找屎呢。哎，你不要说的那么恶心好不好？哎呀，本来就没什么好怕的，要有蛇怎么办？你说有蛇？你，我最怕蛇的。俺怕你啊，真是的，蛇都没你可怕。俺们山里蛇算啥？都是拿来吃和玩的。真的，我从小就玩蛇。不这样，你走吧，大惊小怪，走。哎，快点！站住！我终于抓到你了。啊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事儿还真不少，我发现你们想逃出军训基地啊。你们知不知道军训的六大注意八八大纪律啊？排好队，跟我一起去办公室，起步走。是想出去买东西的，刚刚怕被人逮着，那个，所以啊，才躲在这儿。哎呦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！我叫孙权，经贸大学的。哦，你好，我叫诸葛云，是农业大学的。哎，你介不介意看着我的双眼？看什么？看看像谁啊？
ET。 谢谢。那么你可不可以再看看我的牙齿？你的牙齿好白耶。那是因为我每周早晚刷牙，周三吃完饭还漱下口，请你再看得仔细一些。咦，还有根韭菜耶。韭菜？韭菜是因为最近火气比较大。不过你没有觉得我的眼神很像王一帆吗？哎，你也是去那边小卖部买东西的吧？对啊。嗨，这会儿那小卖部啊早就关门了，去了也买不着东西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那我还饿着呢。那你介不介意吃点别的？别的？这附近有别的小卖部吗？这个时候嘛，买东西肯定是买不着了。不过咱们这个军训基地的后面就是老乡们的农田，里边什么茄子、西瓜、白菜应有尽有。生的呀？生的能吃吗？白菜反正是可以生吃的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西瓜能生吃吗？这西瓜能不能生吃我还真不知道呢。因为我是我们学校蔬菜系大白菜专业的。你们学校还真有大白菜专业呀？怎么样，很有意思吧？我们到了大二啊，就可以选择专业方向，有胡萝卜、青菜、玉米。不过我觉得大白菜这种东西很亲切，所以呢，我就选了大白菜。你是个大白菜，我是个大西瓜，大白菜永远是大白菜，大西瓜永远是大西瓜。不错，是挺亲切的。既然你说能吃的话，那就一定能吃喽。我相信你，还等什么？走，一起吃大白菜去。走。哎，孙权，你看，这生的能吃吗？能啊。还真的能吃。那我也尝一尝。怎么了？你不爱吃是吧？没事，来拿着，等着。孙权，你看西瓜。给，是吧？谢谢。你要说这西瓜吧，那就属这个季节的最好吃了。你尝尝，保证啊，是脆沙瓤的。怎么样？真的好吃，不错吧？这是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西瓜。那好吃，你就多吃点啊。不过，你别吃的跟个小猪似的。这猪八戒就最爱吃西瓜了。猪八戒你们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徐峥还有小桃红演的那个，好春光不如梦一场，那个当当当当当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来，你等着啊。脏了，没事，擦。思娟，你看这个啊。尝尝。据我们学校萝卜专业的说，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是许多种水果的许多倍。你刚吃了那西瓜，再试试这萝卜，感觉肯定不一样吧。又脆又香，特好吃。你喜欢吃这个？那早知道我就学萝卜专业了。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我吃的特饱。吃得饱就好，吃得饱就好。要不我们以后经常来吃。好啊。对。
再吃点。好吃。你要吃吗？哎，我吃，我吃。哎，孙权，你说他们三个不会有事吧？谁知道，魏延那个大变态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这回咱俩幸运，你没跟着我们去，我呢先走出了狗洞，没被魏延发现，咱俩才逃过一劫。嗯，哎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哼，没事。嗯，怎么会没事啊？郁闷，我太郁闷了，我太鄙视这个魏延了。哎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哎，我们三个明天不用军训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？魏老师说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军训基地所有的女厕所由他们两个负责清扫。嗯，那你呢？俺负责男厕所。啊？还被魏源逮到，被罚来这里扫厕所。哎，我觉得这就是心理变态，非让我们打扫卫生，要不然我就跟他拼了。等等等等，我们凭什么在这里打扫厕所呀？你就拿这个来拼啊？怎么啦？得了吧你！哎，难道你也想被关禁闭吗？哎，关禁闭有什么不好啊？你看看太史慈，哎，天天有零食吃，还不用军训。到时候你被关禁闭了，我们可不一定管不管你。烦人！你看你这干的活，恶心死了！你闻着味道，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我都要吐了。哎，说那狗洞那么隐蔽，他怎么就把我们发现了呢？谁知道呢？这魏延一天溜得过来溜得过去的，就把咱们几个逮住了。我觉得不像是那么简单。什么简单不简单的，赶紧干活吧，这个地方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。孙权和鲁肃怎么都不在啊？鲁肃估计练正步去了，孙权干嘛去了？会不会去买东西去了？早知道让他给俺带点吃的了。哎呀，管他们呢，我现在只想好好洗个脸，厕所里面那么臭，待了一天连澡都洗不了，难受死了。我太累了，我先不洗了。你们还好嘞，今天俺扫男厕所前后来了600人。其实啊，这白菜的培育方法有很多种，不光是像平时看到的只长在地里，它呀不仅仅可以长在水里，还可以长在空中呢。长在水里啊？我以前只听说过无土栽培，不过长在空中还是头一回听到。简单，就是把这个白菜的幼苗啊和葫芦的幼苗嫁接在一块儿，然后呢再给它们搭这么一个架子，回头啊那葫芦藤上就长出白菜悬在那了，不就是长在空中吗？嫁接在葫芦藤上，那白菜长得会不会像葫芦一样？不会，这个嫁接归嫁接，对形状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，最后啊还是一个圆的白菜。你懂得还真多哈。没有，我学的就是这个嘛。哎，我知道西瓜也可以挂在空中了，白菜怎么挂在空中呢？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其实吧，这都是我的幻想。幻想？有幻想是好事儿啊，人就是因为有了幻想才从猴子变成人的。你真是太有才了。对，有才有才。哎，你知道西瓜和大白菜有什么关系吗？关系？西瓜和白菜的？嗯。没什么关系吧。是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白菜啊它属于蔬菜，而这个西瓜呢它属于水果，两者的这个培育方法是不同的。再者说了，从这个食物性状理论分析啊，这个西瓜呢它
属于寒性食物，而白菜呢，它属于平性的。那西瓜和白菜能嫁接吗？西瓜和白菜嫁接，能吧？可是，它们将来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果实呢？你想啊，这拿一个白菜，这包啊包啊包啊包，最后包出一西瓜来。哎，你说这是哪吒吧？啊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我说两句。由于下午啊，我们要听部队的领导做报告，所以呢，上午我们就不安排大家军训了。但是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话说张飞张翼德跨马扬鞭来到了曹操面前，大声吼道：曹操问你妈好，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，努力地完成军训任务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拉歌比赛，我宣布谁得到的掌声越多，我就给他加军训学分。加军训学分啊，这肯定好玩啊。搞什么呀，还不如回家睡觉呢，搞得跟那个配种大赛似的。太史慈，你严肃点注意一点。哎，你看小乔在那边呢，你还不赶快出个节目。他在不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要看到他就没有心情唱了。哎，我觉得呀，你现在跟小乔的关系怎么有点不正常啊？你要是喜欢他就千万不能放弃啊！你看，现在曹操不在，这可是你们的大好机会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要是放弃了，我都替你可惜啊！你就别再提他了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两个一点可能都没有。孙权，你这几天很反常啊！我哪里反常了？也不知道是谁，每天早上6点钟拉练。大家全都5点钟起床，就他4点半起来，还偷偷化妆呢。我那个是擦防晒油和那什么，我是怕晒黑。那你每天晚上都会消失一段时间，你怎么解释啊？我吃多了，运动运动有助消化。哎，啊，心虚了吧？笑得都不自然。每天大伙儿军训都累得够呛，就你不累啊？行了行了，拉歌赛马上就开始了。哎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你唱什么呀？开始，王大庆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等得好辛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们等得好着急。接管器来一个，接管器来一个，接管器来一个，说不唱就不唱，说不唱就不唱。1、2、3、4、5，不唱就跳舞。哎呀，不就是唱歌吗？啊，来！哎，太史慈，你不会又是那个？哦，去吧你！俺都有演出经验了，这回啊，俺唱兵哥哥。你要唱兵哥哥？就是刘天华的兵哥哥，不是宋祖英的吗？俺唱的是刘天华版的兵哥哥。好。去年他当兵到哨所，想起那家乡的山窝窝。这就是去年小花选举的慈儿姐姐，你们忘了？怎么会忘了呢？我就唱起那心中的歌。没有我去。好，好，唱成这样还叫会唱歌？走你！唱一个，对呀，总比那慈儿姐姐唱的好啊！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拼了。这位同学，你准备唱什么歌？我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吧。英文歌曲叫什么名字？名字暂时保密，我唱了你们就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一个，好。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I can say my woo A B C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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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歌唱得真好，听你的歌俺想家了。谢谢。想起俺爹俺娘，尤其是你的歌声，让俺想起俺们家乡的驴叫。全部听口令，稍息，立正。今天训练完毕，解散。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的啊。对啊，你可以亲我的脸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人生何处不相逢嘛，你能在我当然也能在啊。一定要用刀把伤口割开来，才能把毒牙挤出来。我来，我这招就叫做视线转移分心大法。我说朱果云，你不学大白菜改行查户口了。知足才大智道。